马上为您播出 Men's Talk。 来，快点，是不是？看见我就笑，我骄傲的存在，张开双手迎接新的时代。大家好，我们是言出必行，请多多指教。开房，然后你再上床，穿外套，外套脱掉，是这样吗？到时候不是，到时候不是，那这样不是啊？到时候就是趴着，以后你这边等于是用那种油压的方式，那个顶按摩，所以我头下这样吧。过到这边以后，我把灯关掉嘛，团员。没有，没有，没有，这边就跟他讲说，那个要不要清静的？你说要不要关灯？还有清静灯啊？还有别人送毛衣，应该送得下。还有一件事情应该可以让你的身体也很开心。导演，对，导演，这是你想的哦，这是你设计的。然后说，没有，是你要做一切，讲不出。这样看什么笑话？你现在已经脸红了，你讲直接讲。不是，导演的，还有另外，有一件事情应该也可以让你的身体开心。好红。剪刀，我们有剪刀，还有一个这个应该是手电筒，还有你确定需要什么方式来给你？你不需要，你确定要方式？扶手，真的啊？因为你给予可以给我一个大房子 ，OK。我会扶 best。你们那边给我东西，应该东西都不要，拿掉，拿掉，拿掉，东西没有，没有，重量的压力，来啊，快换鞋啊！啊！这边拿过来。丢脸，然后另外一边来啊！好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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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刚才带他的时候，你的手这边已经有预备动作起来，要这样子，很清楚的看到。所以是因为我刚刚以为没有带到我，没有没有没有，这边还是有。随便，对，快一点，好，这样姿势已准备。要，天。哎，我在找一个位置，很用力给你，给予。好，来，我。我等一下，那个挑，我等一下，那个对，谢谢两只猫咪的影响。对，我形容的很对嘛，对不对？好的，对对。他是猎跳的，猎跳嘛，猎跳嘛，跳。你不要看我好不好？还用嘲笑的眼神？我没有，不对，不对。你这样嘲笑眼睛看我，没有没有，我把我自己当客人，我等一下会打。我真的真的投入了，我等一下真的会打多几个，我帮你投入。我去帮你拿药。有，就拉着他，你就拉着他。我去帮你拿药。其实两个人，对两个人的肢体动作已经很自然了。不用，对那个就拉他，不用了。我去帮你拿药。不用了，来坐下。坐下。我先收起来一个，真的趣味，你要赶快做一个，我就叫他，他也烫，然后两个在面。比赛看人家泼完，不是在这边这边夹过去哈。哇，我抹了抹了血，快快快快快！其实有一种更恶心，可以让天叔直接还。就我们剥虾一开始都会把虾头剥开，然后吸，那个叫做那个一个地名吸头。所以你就直接剥下来之后，就你知道，你先吸过那个。哦。对。不要了。不要了。不美观。怎么会？这很甜蜜哎。我已经知道，所以要翻白眼。
他刚刚弯的是很重要，就我们也要看到。对，哦，看到眼，但是腿，一点二一，看到懂，他现在脚抽筋呐，真的脚，他现在脚抽筋呐，要出发喽！我还要想，又被吓到，奇怪。先是亲一下，好，然后之后，揪啊，对，都已经亲那么多次，你给我揪，他不一样啊，你揪比啊，你的双色哈，来从第一拍哈，那个。两位，那个，哎，他现在脚抽筋呐，真的脚，他现在脚抽筋呐，来，等一下，两个人上次紧哈，从第一拍楚河把它掰过来以后，我刚不这样做，对不起，故意给自己制造机会，我是这样做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错错，而且没有人说你，还自己 Q 这，不是，是真的错了，跟刚不一样，错了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是下一个，第一次就这样。给自己机会，再一个，我掉，哈哈你刚那个脸是，他不是我，是怎么了？有一。有一点太用力啊！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章鱼哦，对不起，被章鱼。这是我这样子，不是我讲的，章鱼不是我讲的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他狗。再来哈，那个。你分表，哎，平衡表来，怎么勾？有有，非常非常非常好，非常非常。刚有接到电话，就是说啊，下午有很重要任务，就是三立偶像剧的这个爱上哥们三个主要的演员。他们要来做一些按摩舒压，因为他们工作很辛苦嘛，又演得那么好。那我知道你们工作也很辛苦，所以特地把你们三个叫来，等一下好好的服务一下他们。Oh my god！ 这个力道让我觉得这个世界真是太美好，好自在。好笑，黄金左右手，雨安，我们要出发喽！哇，这实在是太舒服了！天哪，怎么可以这么舒服？要出发喽 ！Oh my god！ 可真的很舒服，真的。很高兴你们今天能来到家师美，因为你们表现得非常好，收视率也非常好，非常的辛苦，所以长官有特别交代我们，今天一定要好好让你们放松一下。我觉得整个人非常放松，而且很舒服。对啊，而且这里的服务人员他们很亲切，重点是很专业，真的轻松得劲，非常的舒服。谢谢院长，谢谢院长，你们也辛苦了，在这里先预祝你们收视率再创新高。耶、围巾，像我们同学可以一起穿情侣装，也同样的围巾，自己需要的地方，一起变老。